我，人家能和我连吗？你想了，青哥，上次是因为官方让去的，有个那个小环节活动，然后人家才和我连的。但是不是那个连麦，是我进他直播间，然后上的麦，然后那天涨了几十个粉丝，他给喊的，人家能和我连吗？你这想呗，青哥是不？人家大主播能随便和你连吗？哎呀，我那个吃的，一会儿还回来吧。不行，我那个吃的搁那里，一会儿让猫弄。有好处是有好处，好处多。那当然了，人家是大主播呀，但是也不一定人家跟我连不连呢。我把这个爆花拿走。哎呀，然后这个梨，我看看那猫啥样了。要是不行的话，我就给它带它上宠物店吧。哇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六个，我拿六个，剩下给我老祖宗呢。欢迎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，哦，我看一眼，你看一眼，青哥，我带你去看一眼去，你看那猫啥样啊？你看一眼，然后不行我就带它走了。去宠物店，去宠物店没有几百下不来，只有些这我自己能鼓捣好就自己鼓捣了。去宠物店，它费钱呢。欢迎子豪。今天是真冷是吧？我要把这衣服洗了，裤子洗了，鞋刷了，然后开门。他都我那个给他那个猫条他都不吃了，感觉就是挺严重的，那个鼻子俩鼻子弄的都出不来气儿了，感觉可难受可难受那种感觉。然后他还不会说话，也不知道哪儿疼不疼，也不告诉我呀。一首情的我，一首什么？那个一壶水，我是什么？一手提着啥？一。